块的，这条瓜吼做鸡排蒸奶。鸡排蒸奶。鸡排蒸奶，为什么是鸡排蒸奶呢？因为吼，食鸡排，一定就是配珍珠奶茶。哦，而且是要在宵夜时间。不，跟人家打赌也是。你自己看新闻啊，看 PTT 啊，看网友啊，未见未有讲小叔鸡排配蒸奶几套的。啊，所以呢，鸡排蒸奶意思就是讲。两个人吼、哦，那到底会当像鸡排甲蒸奶黏 T T， 上舒服安尼就上好啊。对啦，而且哦，很到底。对，感情最好。今天也有成双成对来的吗？有吗？有吗？还是今天都是单身的自己来？没关系，如果单身的话，也希望今天以后哈，会当随着速回另一半啊。对，如果你是鸡排，希望找到真奶；你是真奶的话，希望可以找到鸡排。没错。没有在骂脏话，对不对？没有。好鸡排这样子。OK， 这一首歌。鸡排蒸奶就献给大家了。好 ，DJ 到诶。也欢迎大家呢、哦，到我们的 Facebook 帮我们按个赞一下，多谢。台客电力公司。大家哈、哦，让找到速配的另一半。
有没有找到无所谓，今天晚上一定要鸡排配蒸奶了。今天一定要。我等一下一结束，我也要去鸡排配蒸奶。这首歌听着听着就饿了。饿了。听着听着就饿了。不是在描述感情吗？可是鸡排蒸奶让你多念几次，你就会想要买。鸡排蒸奶，鸡排蒸奶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其实附近啊都有啊。只要我看咧附近应该嘛有真侪好食，啊，但你若对一家较好食，你才用讯息来报的。对，我现在跟大家报一下哈，现在是2:08，我们差不多在半个小时哈，那对我就为在安尼经过，哦，人就会愈来愈多啊。老嘞老嘞，对，老嘞。我们接下来哈，因为我们的女神将从这里经过，是。接下来我们现场交给我们在地的女神，两位都是高雄人。燕燕跟维恩，大家掌声鼓励给他们好吗？掌声鼓励燕燕跟维恩，有掌声才上台的哦。吼吼，啊，已经上台了，已经上台了。那我们不鼓励，不掌声，我们微鼓励。微鼓励，是。OK， 掌声给他们。现在第一代啊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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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场放送哦，我们国小门口不要停车哦，那里国小出入口哦，会脱掉哦，帮我们清一下，感谢。结束哦，现在我们台上的是我们的燕燕跟我们的维恩，大家给他们最实际的支持，就是不要移动脚步，在现场。
네가 어디에 서도 경호 못하네 까불 Yeah Push the push Work it out Don't stop Hey Work it out 뭘 보도 뻔하니 많아 이런 건 어디도 움직 빨주 녹촉한 안 봐 Push the push Work it out Never stop it girl Work it out 燕燕跟维恩，我觉得跟大家介绍一下哦，这个先跟你结缘，因为娘妈做嘛，都要发结缘品的。这个等一下再跟各位结缘。这台哥电力公司的钥匙圈精心制作，给你们补充一下电力。我觉得跟大家现场的粉丝朋友们介绍一下自己的粉丝团，让大家来去按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高雄的燕燕，应该没人不知道我吧，在地坑。我的粉专叫做性感小野马燕燕，你们可以去搜寻按赞哦，谢谢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维恩，我也是来自高雄。那我的粉丝专业也很多朋友都知道，是 W E I E N 简维恩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香蕉，我也是来高雄，来自高雄跟来高雄，对我亲戚也都是高雄，所以希望大家今天也可以看得开心，带着娘妈做哦，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热闹。我希望我们大家会有一个最好的缘分跟巧合。妈祖婆来的时候，我们在台上也来献给我们妈祖婆一段舞蹈，好不好？那就接下来见喽。谢谢我们的两位女神啊！等一下，我们跟大家结缘一下，看你们现场送给各位这个，对，我们要怎么送给各位呢？好，我现在就来随机考各位喽。这次麦克风让你们来回答。我们现在在我右手边这一位，他叫什么名字？啊，嘿，你刚刚有回答过，等一下就让你。全民性感小野马燕燕，我们的性感小野马，没错，那就给他一个了，也让他充个电。OK， 我们现场放松一下哈，车牌1377XQ 跟 AZD9220， 我们两位哥哥，我们的车子停在那个校门口那边，他们要出入哈，让他们留一条路可以出入，那边听说会脱掉，所以我们哥哥赶快先去移车，再过来看热闹，感谢。那我们现场，在我左手边这一位呢，他叫做什么名字？粉丝专业也可以，本名也可以，有人知道吗？哦，这位哥哥，维恩，确定吗？没错，好，给他一个喽，恭喜。好，那我们把这两个送出去喽，我们举手最快的就送，好不好？一二三，啊，这位同学，感谢，就给他了。接下来。
举手最快的就说。各位哥哥好，刚好一讲完就举了。好的，接下来是给各位的时间哦。我们两位女神，我们的燕燕跟维恩，开放时间让大家来拍照。那我们就是三位，我们三位哈、哦，好。那我们一分钟的时间。两位女生拍照很自然的，通常叫我不要讲话，站在这我有点不习惯。好，中间这台大台的，谢谢。大家不要误会哦，现在台上不是街头艺人行动艺术雕像，不是哦，那是跟大家结缘合照一下。大家可以把照片抛到我们性感小野马燕燕的粉丝团上，也可以抛到我们维恩的粉丝团上，台科电力公司的粉丝团上，跟香蕉粉丝团。现场跟各位报告、哦、我们差不多在15分钟的时候，我们妈祖婆就会经过这个路线了。然后我们一样再次谢谢我们的燕燕跟维恩，接下来会跟大家再次见面。